或是敏捷。如果你踩到一点的话，你可以选择扣一点的力量或是一点的敏捷。嗯，那如果是两点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力量敏捷各扣一点，或是你把两点伤害都扣到你的力量上或敏捷上，可以这样子去做，就自己分配啦，所以就只是扣力量跟敏捷这两这两个，对对对，就是物理的部分，啊，心理是另外两个这样，心理，哦，OK 就可以自己去分担，看你要分在哪边，嗯，好，这知识很好的可以去开啊，嗯，我还要跨过去哎，欸。我是四，应该是老头吧，老头应该知识最高，对啊，老头有到五，换我录，我要到这里然后休息一回合，嗯哼，那我再加一点能力加强自己，这里下一位保险箱狗狗可以捡吗？不行，他拉不到，在拖狗狗，狗狗就是只能捡丢弃在地上的东西，我可以教他开锁。太强了，不行！这只狗也太猛了吧！太强了，太强了！我也想养一这只狗狗叫英雄。哦，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。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好多垃圾堆哦。这个是雕像。是。有点像是美术通道的感觉。对啊，就是走廊那种。然后我要抽那个，这是什么？一个事件卡。事件。对。把哎。相关的。哎呦。蜘蛛网。一如往常，你伸手将一些蜘蛛网拨开，但是他们没被拨开，他们黏住你了。你必须进行力量检测，所以我现在要甩几颗骰子啊？你的力量是多少？你的力量多少就是几？啊，四。那就是四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颗。你可以先值，欸，然后等一下再看结果。五。天哇哦哇哟，哦哦哦，不错高哦，挣脱了，你挣脱了，挣脱了，一点力量，耶，yeah ！好，丢掉，拜拜，掉。你移动到身的体去了，对我移到了，所以我现在就努力把它放回去。看那个阴影啊，对啊，看阴影，看这个中间障碍，他没放大看啊。我帮你放，我帮你放，欸，好了好了，放好了放好了。哦，我往上还是四哦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它，不一定一加一就是一定会加这样。啊，好，小女孩，哎，欸，换你了，那就往旁边走啦。好，这次的房间开得很平均诶，欸，就是一个矩形，上下都刚刚好。那，对啊，那个不行就放这。我现在很像俄罗斯方块要接过去，嗯，蛮像哇，走廊，哇，走廊，没什么事，没事，走廊，换团团，换我，我要摸狗狗，我就继续走了，摸狗狗，一二三，哦，这应该是管风琴房，嗯，有事件，有一个事件，对，事件看一下，呼唤。外面你必须要到外面奔向自由，飞向自由。每一位在庭院、墓园、塔楼、露台的，或任何有向外窗户的房间探险者，必须进行神智检定。啊，我所以我要吗？你看一下你们的那个卡片上面有没有窗户？我是啊，我这个没有，我这个没有窗户，我没有窗户。我的有吗？我的不用。杰克在户外要，杰克要户外啊。然后这个教堂也要，影月也要。对，然后喵哈不用，喵哈没有窗户，其他在走廊好像都不用。对，走廊也没有。对，哇，我害到你们了。哦，你要，哦，这个干嘛？什么？我三颗。对，看一下，加三以上。好，嗯，是 sanity 吗 ？sanity。哦，过了，是检定 ，OK。杰克过了，杰克过了，我过了，我过了。我有五颗，来五颗给你。我用 R， 很酷哎，就一直在玩骰子。OK，过了吧？没事，超过，超过。好，没事，大家没事，赞啦。这副，下一位，好啊，再开。我就不相信开不了。真的买玩得完吗？可以，其实现在有时候就边介绍这样子啊，啊后面应该越来越快哦。厨房，厨房一只乌鸦，一只乌鸦，哎呦，哎呦，乌鸦哦，厨房一只乌鸦，长矛，长矛，嗯，一把力量的震动的武器，当你用这把武器进行力量攻击时，可以多掷两个骰子，
哦，力量和震动的武器，这句话很奇怪。不会啊，就用手剁弄长矛啊。OK， 所以用手去弄长矛。对啊，对啊。先几个乌鸦啦。离开的话要先。我这边有一只。四只乌鸦嘛。四只乌鸦，四只，四只乌鸦了，来哦，大概试一下哦。嗨，一二三，没有五只，五只，繁星里面还有一只，五只。好，超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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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没事儿。好，没事没事。啊，换我下一个。然后我要离开这里的话，就是要先植。你要植 Sanity。你要不要离开前先再开一次保险箱啊？你刚没打开，开一下嘛。开一次啊，开一下嘛。可是我开的几率很低。开呀，我是你我就赌了，我是你我就赌了。开了啦，对不对？可以获得道具两开。你要做一个绝佳赌徒。对啊，我等下就直接死在墓园，刚好直接埋起来。六个一，六个一，二，哦啊，再扣一滴，三，一颗骰子，一颗骰子，骰啊，不会啊，不会受伤。哇，太强了吧！你还是不要走了啦，你留在这里啦。可是你留在这里开箱了啦。我开完，我开完这还可以动吗？还是不能动了？可以，可以动，你可以动，你可以动，你可以动。所以我现在可以再动出去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箱子交给你们啦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交给我们，交给我们。我要出去的话，要先值你的 sanity 是吗？三颗，三颗，三颗要四以上哦。三颗四以上。所以我那就是要选择不动的话，我就是。不会扣吗？还是一样会扣？对对对对，一样一样。你可以选择不要离开这里。那我不要动好了，下一回继续开。对啊，下一回再来开箱。啊，下一回再开。然后换我，我三格，我的速度三。啊，三。你怎么画大嘴鸟？大嘴鸟画的真好。大嘴鸟。好，下一位。他是乌鸦吧？给他画嘴巴。那我就，我是可以往回走，再往旁边的房间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只要步数是在于，就是四，你现在四嘛 ，speed 的四就是四格以内就可以。然后这一张是可以抽的，那我要到等下，我现在眼睛有点皮啊。你就把它打开吧。到这里。好，打开，请开。开，哎呦 ，F 啊。F， 我把怎么转回？帮你翻了。哇，保险箱，有一个保险箱。啊，我想这个的话是保险箱，它不是让你抽两个，是你会这边会拿到一个保险箱。哇，两个道具吗？对，这边是要骰吧？没有，你要在这边进行知识检定，要骰六加，六加就可以打。但是它不会有惩罚，失败不会。对，这个不会有惩罚。然后这个是。杰克那个是有惩罚，六加也太难了吧！我更不可能六加。哎，难说，你如果爆彩全都二就可以。三而已。反正你都在这里了嘛，你都在这里就直接骰了嘛。骰啊，没差，反正不会怎样。对啊。二二二，啊没有，满而已，三没事。因为我是还要抽一个事件，是不是？对你那个事件还是要对第一次开就要抽。嘟，我把走过去拿。骨骸，骨骸，母亲与小孩仍然拥抱着，放置一个骨骸指示物在这个房间，受到一点的精神伤害，一回一次，一个探险者的回合，在探险者进行。那我还是不去了。哇，这里好可怕哦！本来是没事，反正就哇。所以我现在是要进行的意思吗？是的。我看一下，我是要什么？精一回。你要先掷一颗骰子的精神伤害，一次一颗。对，你要先骰一颗骰，一颗骰子。对，先骰一颗骰。没有哦，猛哦。好，然后嘞，没事。然后自检定，你看你要不要牌？对对，嗯，啊，什么？就是你可以用 sanity 去检定它，如果你成功的话，可以移除骨骸，而且获得一个物品卡。但是如果你失败的话，就是你什么都找不到，而且还会受到三点的精神伤害。不要。好，那你就拒绝了，可以可以。一秒拒绝。受到三点的精神伤害，我看一下。哎，那个在啊，那个放这里啊，这不是都要放这吗？对对对。他是抽到这张牌就要先受到一点精神伤害啊。
对，他已经扣了、啊，他指他已经刚刚他刚刚指零啊，他指零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好，换下一个，你看我，你啦，你啦，刚刚瞄他完了。啊！我本来要去的，可是那边好恐怖哦。好啦，本来没事的，突然变有事了。对啊，往这走。嗯。然后来了。又是事件。这是什么？天井。天井吗？还是？不知道。我感觉是温室吧。就有点像温室，因为右边那个玻璃有玻璃感。嗯，好，然后放在井中间。哎、欸，啊，放不到，跳下去。哎、欸，壁橱的门是开着的、嗯，虽然只有一条链嘛，一条链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。一条缝，一条缝，它是缝、哦，缝哦。放置一个变态，哎、欸，壁橱。是一个壁橱，只是误在这间房间一回合一次，在一位探险者的回合中，该探险者可以掷两颗骰子以打开这个壁橱，所以、嗯、是我原本在加二吗？没有，这个就是两颗，你只能掷两颗，指定两颗，只能掷两颗，对，好。放置一个变态，哎呦，骰，一哦，一个事件卡并移除，好啦，拜拜，地处拜拜，地处爆了，然后再抽一张事件，狗狗，狗狗你怎么没来叫我，狗狗，这里，哎呦，你看到一个打开的棺材，里面躺，你躺在里面。要跑进去，狗狗邀请我。你不仅进行神智检定，你一眨眼他们都不见了，获得一验。哦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挤六嘛，对不对？嗯哼。哎、欸，拿起来。请值。凡系的神智很高吧？来来来，啊、应该还行吧、啊。我要当博士了。四以上还蛮强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不是当博士，你是要当那个传教士。传教士。是哦，刚好刚好刚好获得放在对，然后呢，上面有写说，哎、欸，如果墓园啊或地窖被发现的话，你就要移到那个房间去。哈，上面写的来墓园哇，开墓园，可是墓园吧？哎、欸，你这个检定是看什么神智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它这跟检定无关，是你一定得移。不是，我是说墓园的保险箱。神智好，出去用 sanity， 对 ，sanity 也是 sanity， 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传教士没关系、欸。先获得一点神智。我刚多少？我刚在哪个位置？这里。你就再往上移一个啊！你是爆了是不是？还没。哦，那就到七吗？六还是七？六，还是六，好。他会接六。嗯，好，换我咯，我走这里。地下室的卡给我，有了。哇，地下室都是团团在开、欸。对啊，这是什么、啊？哦，地窖，地窖，现在才开车地窖，对，哇、啊，如果我在这边停留，哦，白痴哦 ，damage， 你是不是看到我啦、啊？我躺在里面，我先指，我先指心，我先指心理伤害，阴影面积，没事，好，然后我念事件，怎么又蜘蛛啊？蜘蛛。一只拳头大的蜘蛛落在你的肩膀上，然后爬进你的头发里。哎呦，我会疯掉，这我会疯掉。你必须进行速度检定以拨开它，或神智检定以直立不动。嗯、看一下我速度是哪、嗯？哇，你被咬不就用头皮射出蜘蛛丝？其实都一样啦，所以我就神智吧。好，神智几啊？都是四啊，我两个都是四。三被咬了一口，不理伤害，一个骰子的物理。哇，你被那个刀、欸！哇，好大一口哦！两点。好啦，我各扣一好不好？各扣一。好大一口。好，超大一口，换你们。好，换我。我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嗯。再下去探索。有，哦，嘿，
哇靠！哇哇，这个是破碎的洞，然后你在那边，你必须要来那个速度判定，要超过，这是五还六以上啊？五加五吧，速度六以五以上，五以上，嗯，你要避免掉落。如果你失败的话，你会掉下去，然后会掉到地下室，就是basement， 就是我们一开始看到的那个地下室那一间。嗯，然后掉下去的话，你会受到一点的物理伤害。嗯，来，我先速度，速度多少？速度是四，四要大于五哦。一二三四，四要大于五，变大颗了。对，被把它弄大颗了。哎哎、欸！我没掉下去，没掉下去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还在这里，还在这里。我在站在边边，我站在边边。嗯，站边边。哇，你最苗条。好 ，next 哦。啊，换我又来开保险箱了。你开了就可以走了。开哪？继续开哦，继续开哦。没开就给翻新了。如果这有人把它画出来的话，就杰克从头到尾一直在开保险箱，一直在开保险箱，全没在干嘛？蹲在坟墓旁边一直开。哇，开走开走了。是有吗？是有开走吗？是没有一颗骰子的物理伤害，要五才对。那我还是走好了啦。哇，两点物理伤害，自己分配吧。哇，这个保险箱打人有点痛。物理，我扣一个力量，然后一个速度。嗯，哎，六颗骰子要骰五以上很难。其实蛮难的啦，我还是走好了啦，杰克加油。然后平均一个骰子是一啊，可以啦。对啊，可是三分之一哎。我要用我的一啦，可以啦。力吗？然后三颗要掷出四，我先旁边试试。三颗，三颗，三颗。我来不及，他想要出去。你就是牧场的孩子，好出不去了，出不去了，出不去了，你可以给他跳啊。强行出去，只是你会扣扣，你就扣啊，没关系啊。扣这是什么？姿势啊，哪里举？好了，我出去，我出去，麻烦去啦，出去出去。啊，可是我想看别人画杰克待在墓园里。我已经开了三次了。姿势要记得先扣。嗯，姿势好，还不出来啊！天啊！等一下哦，瞧一下画面。你看，你几颗骰子也踩不到六啊？好。然后这里下一张有了，好拉了就赶快拉走。对，哦，乌鸦哎，是乌鸦，没有任何事情，就一只乌鸦。不要开吗？看一下怎么装门这个门的啊，反正好像也没差。先拉一只乌鸦吧。乌鸦，乌鸦剩八只，剩七张了，这第六只乌鸦了。第六差不多，我跟你讲，我要开主线了，我要开主线了，我还没开到那个哎，颅骨，颅骨，一个颅骨破碎的，破碎而且缺了牙齿。如果你受到精神伤害，你可以将其全部改成受到物理伤害，立刻进行作祟鉴定。都快死了，就是有比较好，你都快死了，某种程度可以啦，但是你假如另一边的能力比较强的话，可以这样用，对吧？对。但是快死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开主线了，应该差不多要开了啦，差不多开主线喽，交给我了，几只的，六只乌鸦，六只啊，我来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可以啊，我发现这边一个，又六个，哦，过了耶，八耶，过了，血还没出来，嗯，还没出来，这次真的比较久，我们可以，我们真的要玩到十点多，好，欢迎音乐。我到一二三这里继续训练。嗯，真正好玩的剧情开始。加一个速度，速度加一。下一位，我要到影院那边去。哈哈，居然不开啊？你这啊，开什么？我不要。啊，居然不开？为什么不开？他不会扣啊，他不扣任何那个保险箱不会扣啊。看看他没有我那个那么可怕、啊。对啊，那保险箱他不是有直到吗？他有另外一个啦，有一个那个骸骨那边，那个骷髅是要你可以选择不要理他。骷髅已经移除了不是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留着。哎不对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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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你刚大爆骰，所以他没了。哦，所以开保箱了。嗯，在哪里啊？他保箱到底是哪一张卡？没有，他这你这边没有卡吧？他
它就是房间，房间就是房间的特性啊。它就是一个保险箱，保险箱的房间。所以我现在是要怎么开那个？就是知识啊，你知识三颗是要骰六加啊。啊，你就骰白不骰嘛，不骰白不骰啊。一二三，抓二哦。嗨，没有好没事，没有，就换你都在这边玩保险箱。啊，我要离开这里，我要去这里加一下。啊，你刚加过了吗？嗯，不能不再加一次吗？不能不能不能，不能再加一次。那等一下我看一下，我是四步嘛。嗯，对。那我就等一下，这个有点挡路，这边没有房，这